慢点。妈，你在家呢？回来了。哎，没事。李总。哎。这检查的大夫咋说的？这医生说啊，是个双胞胎。双胞胎呀、啊？这我大孙子肯定是又胖又健康，大夫是不是这样说的呀？妈，是孙女和这双胞胎都是女孩。怎么可能是孙女啊？这不是孙子吗？这我盼了这么久，原来是一个死丫头。这玩具我都买好了，都是男孩玩的，给我活了一个死丫头。妈，男孩女孩不都是咱们家的骨肉吗？那可不一样，这男孩可以传宗接代，这女孩泼出去的闺女，泼出去的水，谁不知道呀？妈，你那都是老思想，这生男生女都一样啊。那可不一样，你呀、啊，给我带回去，哪个大夫给你检查的？给我留了去。行了，妈，你这好歹她也是你的孙女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都那么大月份了，你说让我留就留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留的。淑芬，实在不行就听我妈的吧。立冬，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可是咱的孩子。不留，不留也行。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，我们家五代单传了，这生下还是女儿，让谁谁也受不了。行了，妈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走。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走行了吧？这孩子你们不要，我自己要，我自己养，这总行了吧？你不想离婚是吧？那你走啊，去你娘。爸，淑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立冬他妈嫌弃我怀的是双胞胎女孩，就把我赶回来了，非让我去留掉，我不同意。爸，现在怎么办？他怎么能这样啊？爸，以后我就不回去了，我要在咱们家住下。闺女啊，那只好这样了。那行，你就回屋休息去吧。爸，你会不会嫌弃啊？别人都说女儿在娘家生孩子不好，不吉利。淑芬，说什么傻话呢？那都是老封建、老迷信。这爸不嫌弃，只要你能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。再说了，这闺女是爸的贴身小棉袄啊，我怎么能嫌弃你呢？没什么事，就在咱家住下就行了。爸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淑芬，别难过了。要不咱回屋休息休息去吧，走吧。妈，淑芬也不知道现在淑芬怎么样了。别提他，是你家都欠，提他干啥？蓝英语，哎，谁呀、啊？哎，淑芬，哎，爸，立冬，立冬，快坐，不坐了。你今天来了，我们有事。这是你的孩子，我啊给你送过来了，给我们生个丫头片子，我们不要，你们呀抱走啊。妈，你说这话，你别后悔，你是真的不要。我呀，在四惠村打听打听。我做事啥时候后悔过？行，你们不要，我自己要，我自己养。爸，咱回去。立冬，亲家，你说这一对孩子多可怜啊，又多好看啊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啊？这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你们家的亲骨肉啊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？亲骨肉，你别说话。亲骨肉是不错，我们家呀是五代单传了，这亲家你也知道，你说这没有个男孩，这我们出门就脸都没地方放。
给我生了个丫头片子。你们还是抱走吧。孙女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不是丫头片子，他是男孩。什么？是个男孩。是个男孩？两个都是男孩吗？是龙凤胎，双胞胎。那哪个是男孩啊？这个就是男孩。来，我看看我大孙子，我看看我大孙子。长得还像我儿子。小宝贝儿啊，奶奶想死你了。行了，爸，你抱着这孩子，这孩子你给我。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的孩子。这是我家的孙子，听见是男孩就赶紧抱过去。这我爸没说是男孩的时候，你看都不看一眼。你有当过他们是你的亲生孙子吗？我这几个月你是去看过一眼还是去伺候过一回？现在给你送上门了，这孙女你看都不看一眼，只顾着孙子，你眼里面还有我这个儿媳妇儿，还有这个孙女吗？我看呀，你就是抱着孙子来气我的。妈，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。你说当初淑芬怀孕的时候你把她赶走，这都几个月了，我们连看都没看人家一眼，这孩子生下来了，亲手给你送过来，你还在这里在乎是男是女，这是男孩是女孩，这不都是你孙子吗？还有啊，你那老思想啊，该改改了。我以前啊都听你的，现在啊这一回我坚决不能听你的了。这俩孩子我必须负责，还有淑芬啊，以后我也必须要对她负责。妈，你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们两个就出去住。你呀，自己住在这里吧。儿子，这不是妈一时激动，这我们那个时候，你奶奶都说我不给她生儿子啊，不给她生孙子了，就老是说我，你理解吗？啊，你理解妈一点。就别怪你妈了，翠姐，我说你怎么现在这是什么年代了？还这样重男轻女啊？这男孩女孩不都一样吗？亲家，我呀也是一时冲动，你呀别给我一番见识。我要是那个时候我婆婆重男轻女，惯了，来我抱抱。行了，赶紧给淑芬道个歉。淑芬，是妈的不对，你别给妈一番见识。你呀这回来了咱们好好过日子，我对这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看待，别生气啊，亲家。是啊，淑芬，其实你妈和立冬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就好好的在家把这两个孩子抚养长大就行了。行，爸，我听你的。妈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能以后好好对这两个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一对龙凤胎啊，他可都是你亲孙子，你一定要一样对待，咱们这个家不能这样散了，孩子就没亲人了。好的，淑芬，你放心吧。你看你现在还不满月，妈呀，好好的把你伺候好了啊，不能落什么毛病。行，还没吃饭吧？走，来，孩子我抱着，走，我们去吃个饭。哦，那要不咱们出去吃吧，亲家，别走了。我先回去好了，咱们一块儿吃吧，一块儿吃吧，走啊。那好，走吧。